阿们阿们哈利路亚，圣灵今天要充满我们。阿们阿们弟兄姐妹们早安，早安，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，跟弟兄姐妹能够在神的殿中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，真的是好的无比。阿们阿们。刚刚会前的祷告告诉我们，当以耶和华为乐，他是我们的神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他就必将我们心中所求的赐给我们。我们的神真好，我们只要单单的来爱他，我们只要单单的享受他的同在，我们渴慕他的时候，他就来亲近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准备好了要来敬拜我们的神了吗？我们就一起侍立在神的面前。好，那你就跟你旁边的左右前后的说，我们要以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乐哦。要以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乐。我们现在就打开我们的心，我们邀请圣灵来到我们心中，来做他要做的工作。生命将临在你生命。
到他的面前，将一切的忧虑卸给我们的神，因为他顾念我们，他在十字架已经得胜了，我们要来欢呼赞美他的名。收回你身边。
Thank you.
是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和祷告。Amen. 相信你必带领我们经历你自己的神迹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专心的来跟随你。我们将一切荣耀、感谢、掌声都归给你。我们将荣耀、掌声归给神。坐下之前，跟你旁边的说，让我们一起勇敢的踏出去。跟我们一起勇敢踏出去。